谢谢礼物，谢谢关注。我觉得从这些翻转鸭肉的小细节就能够看出小明哥的厨艺很了得哦，真的是很不容易，每一样多面彩花都是那么的出色。鸭肉的颜色开始逐渐变深，我已经闻到鸭肉的香味了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晚这一道中餐最精彩的部分了，摄影师们做好准备哦。我们看到小明哥先加入了少许的干邑，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火焰部分就要开始了。哇哦，好酷炫哦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的人生，真的是有时候稍微吸一下，